哇，这你也知道啊！天哪，眉头，然后脖子、耳朵，他人就是没有肌肤之亲，怎么可能会知道到奶头、敏感的是奶，对，头头。请写下张立东最敏感的身体部位。哦哦，连这个也写得对，那就太厉害。哦，那就小很惊哦，这很惊哦。还好我不用参加这个单元。哇，刚才谢哥还想玩。哦，太恐怖，太太紧张了。只是是哪个？耳朵啊！哎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干笑死！为什么会知道耳朵？因为就是有在录节目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是想要讲一些悄悄话，然后我就在耳朵旁边讲话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这样一直这样很痒，所以我在想他应该耳朵比较敏感。哦，来来来，阿乐呢？有分顺序的。哎呦，眉头啊！这你要说，哇，这你也知道啊？天哪，眉头。然后脖子、耳朵，他人就是没有肌肤之亲，怎么可能会知道到奶头敏感？没有啦，解释解释。对，就是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起上那个就是节外籍节目，然后就是很常会有节目这么下流。对啊，对，会很常会有肢体接触，然后那时候就是不小心碰到他胸部，然后他直接弹开，就说不要不要那么近，然后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很敏感，对，像被电电到一样。看看你的答案，哎哎呦，牙齿啊，因为我敏感性牙齿，我牙周病嘛。敏感笑哎，最敏感的是牙齿，再来就是真的是奶，对，头头啦。哎，这个我也可以补充啦。昨天他在楼下，那个化妆师姐姐的那个夹头发定型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自己没事哦，拿起来把玩夹在奶头，然后我就说扯下来看会不会痛，我就给他扯下，他说啊，蛮舒服的。他对奶头有点执着，这个太下流，我们就不回应了。对对对，太可怕了。来来，下面偏恶心，偏恶心。请问，请问一下，张立东近期的感情烦恼是什么呢？哎呦，这个很多着呢。哎呦喂，应该会跟你们讲吧？来，阿乐的答案，我是一直想摆脱单身。哦，想脱单，因为他每次就是遇到我就说，哎，那个我最近都单身啊，我们彼此都单身，那要不要干脆就让我们就是脱离这个苦海，一起脱单。对，然后是邀你脱单，你这么明目张胆。对，而且就是因为我最近有想要就是看房子，他说，哎，看房子，那你也不用看啊，我家就可以住啦。他也叫我住他家，哎，也叫我住他家。催婚真的是的啊！你答案是什么啦？真的是被催婚，被催婚啊？怎么啦？啊？没有没有，因为哦，这个东西是其实是我妈妈，她的朋友都会看节目，啊，就有时候看到新闻啊怎么样，就直接问我妈，哎，你跟到底是干像？哎呀，啊，我妈就每天一直被问，一直被问，很烦嘛。讲的跟赛潘安一样啊？不是啦，她主要是想确认她未来的媳妇是谁，然后所以重点她就直接就问我了，有个眉目。对，有个眉，我就说真的没有。不，那她就急了，她就说不然。干脆你问他们八字什么时候生，还要合啊？他就帮我去合一下。啊，你合过谁的？他有问我的。啊，不是，那时候刚好八字有一撇，都有问啊，都有问啊。但我现在不知道结果，因为我妈还没跟我讲这样。哦哦，是是，他也拿你的去合八字啊？没有，那时候就是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，然后问我说我几年几月几日几点生，我说你要干嘛？干嘛？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妈妈直接讲了催婚，然后问我八字。好笑的那种啊？哦，是好笑的那种吗？好笑了，合就好笑了，不合就真惨。合就行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处理。请问一下，张立东遇到喜欢的女生，她的身体会有什么反应？哇，这个也太 detail 了吧，太白痴了吧？谁知道啊？这个就有什么基本的吧？对不对？好，看一下阿乐的答案。就是那个下面会活泼起来。哎呦，哇，这么直接啊！哇，好病啊，无动桃哦。我要讲，因为是我们之前有聚餐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们坐一桌，然后我跟立东先到，我们在那边等，就是后面要来的人，就是后面有一个女生穿的比较贴身一点走进来，然后就觉得哎。奇怪，桌子怎么有点在震动？这么厉害！很突然，我讲，真的
开始抖脚。啊，抖脚啦，抖脚啦，脚啦。他会紧张，桌子会飞起来，对不对？你以为是什么业配的？他会紧张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嘴巴很厉害，又红又硬啊！就是遇到喜欢的女生，他会一直跟她聊天，就他不会管别人有没有，对，他不会管别人有没有想跟他聊，他就是自己一直聊得很开心。然后我猛然还有一次也听到他跟别人讲那个擦黑板的那一个，就一模一样。然后我就在旁边呢，啊，笑啊，就大家对，然后就耳朵会变红，这样下流，耳朵会。刚刚有看到，来看看你多下流，不不，看看你的答案，哎。打喷嚏啊！哎呦，对对对，我反而会有一点，反而尴尬。哦，喜欢的，因为你会很不自然嘛。哦，因为你反而真的会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。哦，真的。然后有点像会想打喷嚏，是因为鼻子会胀胀的。哦，只有鼻子胀。怎么可能鼻子会胀？可能吧。谁啊？类似过敏的反应。之后呢，就跟我哥的感情没有到这么的好，对。然后因为我们有差一定的岁数，所以我就想说不行，那这样子我要想办法在生活中讨好他，然后我就会一直烦他什么的，可是他就觉得我就是很烦啊，就是小朋友一直跟在他旁边，对。然后呢，后来有一次我想说，哦，他很认真念书，然后以前就流行那个英汉词典嘛，对，那个很贵很高级的，对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他在用，对，然后想说啊，他等一下要去补习，所以我就要给他一点，就是傻逼鼠，就要帮他做一点事情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太好了，他去补习了，我就偷偷的去拿他的英汉词典啊，为什么有人在调情啊？没有，好，我继续。然后呢？你乱了，你不要吵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我就偷拿那个英汉词典，我就开始要帮他包膜，对。然后我就拿了白胶开始涂他的荧幕，然后慢慢的涂一格一格，然后这样子画画画画画。然后我想说白胶干了之后变透明了嘛，就包膜。结果他一回来，他气死了，因为英汉词典坏掉了。然后我爸也快气死了。好了。好，紧张，紧张，太扯了，什么？啊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是什么？你自己给搞加这个，对。好，来了来了，预备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五年，再一年，再一年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谁设计这个？对，很棒，很棒，加薪，加薪。